永克峰同大家一起共度新年的是一条50尺长的金龙，线条优美，华彩绚丽，不单止活跃新年气氛，更加会带来祝福和好运。同样带来好消息的是永克峰推出的新春回赠顾客大行动，为顾客准备各式年货，丰盛过好年。人心燕窝纯正天然，鲍鱼海参、干贝冬菇、茗茶美酒应有尽有，非常适合你在这里选购新春佳节的礼品。现场有很多特价商品促销，由保健品到中西美食等等，都是新春佳节和家人共进团圆的节庆菜肴，采购年货千万不可以错过。大家好，我代表永克峰全体同仁，建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从1月12号至1月29号，永克峰公司举办新年大减价，人心燕窝、冬虫夏草、鲍鱼海参、冬菇干贝、花胶鱼肚、世界各地美酒、中国名茶、保健品、各种糖果大减价，欢迎到永克峰蒙市阿卡亚选购。1月29号礼拜日年初二，蒙市永克峰 Acadia Vetfield Mall 有舞动金龙新年献锤，请大家参加同合照占好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多谢。每到重大时日，永克峰的关心总是不会打烊。永克峰企业集团由1985年创立以来，秉持诚实守信的原则，一直在市场上深耕经营，不单止投入了专业知识，追求高品质，更加对广大的消费者献出至诚的关心。新年期间，永克峰有很多货品特价发售，亚市分店在1月28号到29号照常营业，促销活动亦都延长到29号。如果你在网站购物满200元，还可以享受免运费的优惠。而关于特价商品和活动，你可以登录官网进行查询。天下卫视编辑报道。